界里的一束光，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。有没有现场的朋友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在？真的吗？夜空缓缓地被点亮，光晕落在你手上，就尽量去完成大家对我的期待啊，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好嘛，可以保护那些在乎我的人。感受你的热泪滚烫，拥有巨大的力量。全世界都在为你等待，而我们希望你也是在我的耳边游荡。太感动了，有那么多人朋友包括生日，真的无比感动。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块走下去。街里的一束光，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。我带着这个耳返一直听不到大家的声音，只有想取下来听大家的声音。我明白，但你们走了我有遗憾。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全是别人，只有一个自己。是一场意外，你要不要来？所以在场的朋友应该都有发现，都有看吗？那个我准备在袋子里面应该会有那个小饼干，但是其实那个饼干里面有玄机，里面有我去搜集到的一些幸运纸条。但除了现在的这一天，我们也都是在一块儿的。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，后来是在第六期。但是在新疆结束的时候呢，还有点舍不得。王俊凯一定要看到我，不看不到我也没事。他就像大海呀、啊、他不仅像大海，他像清晨，他也像微风，他就像这是我所喜欢的事物，它包容所有一切。